嗨，大家好，我是一口。今天看到我一身的打扮，英国贵族风，就知道我要介绍的品牌是非同凡响的啦。大家现在普遍认识的都是凯特和梅根王妃，那你一定有听过戴安娜王妃啦，她就是 Harry 王子和 William 王子的妈妈。她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很高贵优雅。今天我们一起进入时光隧道，还原戴安娜故居的真实面貌。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全球唯一由英国皇室亲自授权的家居品牌丘多 Alexander， 简称 TA。 这个授权的系列叫做 Eldon， 是 TA 和戴安娜的弟弟 Charles Spencer 伯爵一起合作的。 TA 独家拿到庄严的授权，带着专业的绘图师进入戴安娜的故居，复刻出这一系列的家居，在现代以另一种的方式进入我们生活中，让我们感受到英国皇室的霸气。看得到 Eldon Series 的作品就用皮革、rosewood、雕刻还有黄铜全手工打造起来。TA 品牌的创办人是一个古董的收藏家，他对珍宝和家具的历史特色非常的熟悉，并且强调保持工艺到极致，那就是 TA 的精神。TA 的家具都是全手工打造、限量发行的，它大多数都是选用马哈甘尼的材质，并且以高级的工艺技巧、五倍黄铜、高级皮革等作为家具的装饰。它不单单只有复古的欧式风，也有摩登卡西的家具选择。TA 的每一个家具都可以成为你家里的艺术收藏品。Europe、UK、US 高端进口家居都可以在两万块钱的岛明星找得到，例如 Versace、Fendi、Media、Elizabeth Oxford、Canal Brooks、Jamie Drake、Michael Burman、Natucci Italia、Clio Silsa 等等。这里的产品涵盖 Bedroom Set、Workstation、艺术画、水晶灯、 Living set、 Carpet、 Table、 Sofa、 Set Table Lamp 还有 Mirror。 这里的风格也繁多，有 Modern Classic Style、 Country Style、 Urban Classic Style、 Europe Classic Style、 American Style、 Rustic Style 等等。好了，我的影片到这里结束，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请 Like 和 Share 出去，还有别忘记 Like 我的 Facebook 和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Nico In。下个影片见，拜拜。